关于这个判决的话，现在就是还在反应当中，并没有，对啊，还在等他。市府现在就是运作如常，就是这样。嗯。啊，就是说现在市府都关于这个判决的话，现在就是还在反应当中，并没有，对啊，还在等他。市府现在就是运作如常，就是这样。嗯，那市长的部分呢？市长他自己面对这样的判决，那就等市长回应大家，好吧？好。